时至今日，梅花奖走过整整30年，经历了初创的探索到声誉的日隆。在梅花奖的激励下，一大批优秀的戏剧青年人才茁壮成长，一大批优秀的戏剧剧目涌现流传，原本凋零的戏剧舞台因此走向生机勃勃。然而梅花奖并没有因此固步自封，而是积极努力地完善评奖机制，借助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弘扬戏剧艺术。一、改革和完善评奖机制。改革就是变过去的平时分散看戏为以大赛的形式举行，集中看戏，公开演出，既有利于让我们的评奖工作公开，公开就能趋于公正，公开就能让我们评奖的过程变成一个全国戏剧界相互观摩、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关心我们戏剧发展、关心梅花奖的评奖工作的广大戏迷朋友看戏的一个过程。梅花奖从第24届开始，以大赛的形式集中公开评选，大多数主办地将票价定在几十元左右。便宜的票价，高水平的演出，吸引了众多的观众走进剧场。看戏成为了承办城市百姓生活休闲的一种方式，并且由于所有的演员集中展演，也吸引了更多的外地戏迷专程前往观摩。梅花奖的评比不仅仅是一场赛事，更是业内人士和老百姓共同观赏戏剧成果的盛会。以前也有越剧来过成都，但是都是商业演出，这一次这么难得的机会，票价又比较低，所以说还是很高兴的，看得很高兴。四川嘛，主要是川剧，但这次机会很难得嘛，能够看那么多剧种。我们山西能举办这个，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说我每一场都看，不仅我要看，而且我还要请朋友们看。他是我的老哥哥，我们就西岗上就每天晚上来看戏，对吧？关键10来块钱的票价，20块钱的票价，我们都在接受。从梅花奖大赛的上座率上，不难看出梅花奖在观众心中的影响力，以及老百姓对戏剧艺术的热爱。走大门进场，这边不进。走大门进场。观众太多了。梅花奖太火爆。由于比赛的竞技性，很多戏迷专程组团到现场给自己喜爱的演员造势助威，台下戏迷的热情带动了台上演员的激情，感染着每一位现场的观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代戏剧舞台的兴旺。我相信今晚的观众是幸福的，今晚的演员也是幸福的，谢谢你们。谢谢你，谢谢你。一次比赛的结果并不代表什么，欢喜与悲伤都会随时间慢慢淡化。当我们回首每一届梅花奖的比赛过程，恐怕最令人激动与回味的就是戏迷的热情，因为它没有任何功利的驱使，它是属于所有爱戏之人自己的精彩。而且集中评奖也有利于我们评委的定期更换，平时的过去的那种评奖办法呢，因为周期比较长，比较分散，特别一些中青年评委比较难以参加的评奖工作里面来，因为他们平时都比较忙。改革以后的以大赛形式集中比赛的方式，
给更多的中年的表演艺术家，特别是梅花奖获得者，来做梅花奖的评委提供了方便和条件。当然我们以大赛的形式来评奖啊，也还是一个新的探索，得到了广大戏迷的关心。我们的工作啊，还会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进一步的去完善。二，创办梅花奖艺术团。2005年第六次全国戏剧代表大会闭幕的当晚，梅花奖艺术团正式成立。这是一个没有固定建制的公益性演出团，所有梅花奖的获得者都是这个艺术团的成员。8年来，艺术团深入全国各地，足迹遍及国内27个省市自治区，演出114场，观众38万余人。本着弘扬民族文化、服务人民群众这一宗旨，坚持连走，一个是走下去，一个是走出去。所谓走下去，就是让我们的这些表演艺术家们深入到最基层，深入到全国各地，深入到老少边穷和少数民族地区，给我们最基层的老百姓送去最精彩的精神演出。军营、厂矿、学校、福利院、田间地头、百姓家里，处处都留下了梅花奖艺术团的身影。艺术团走到哪里，就把欢笑和掌声带到哪里。老百姓见到了以往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明星，人人喜笑颜开，简直像过节一样。而观众们热情的笑脸与掌声，也激发了演员们表演的热情。最使自己难忘的还是就是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去甘肃宝鸡那几个地方去慰问灾区灾民的演出。其实吃的什么各方面准备的也还可以，但是确实真吃不下。好像是在就这么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吧，我掉了4斤多。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演在淮安，演在总理的故乡。我们按照原计划直接从最后方走到台上去，但是我根本没有办法走进去了。而且呢，我们每到一地，除了宋文化，还重文化，特别是跟当地的戏剧工作者做交流，请我们的艺术家们给他们辅导。同时，我们还跟当地的一些戏迷观众进行互动，啊，应该说对于基层的戏剧工作，它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梅花奖艺术团另外一个走出去呢，就是走出国门。我们既到了境外，啊，到了。而且还到了欧洲，还到了北京。就这8年来了，我们梅花奖艺术团对于进一步扩大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影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裴艳玲是梅花大奖得主，也是梅花奖艺术团的骨干团员。年过花甲，唱武戏依然行云流水。梅花奖艺术团里的很多演员都是他的粉丝。给我的突出感觉呢，就是一到这个团呢，就没有那种或者是谁第一啊，谁第二啊，什么我的节目怎么拍啊，这个报酬怎么说呀？只要来到这个团，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兵似的。你别问我为什么，我就觉得这样的演出，一说梅花奖艺术团，因为我喜欢他。我就觉得我在这里面，我自己就像是泡了一个大温泉似的，浑身舒服。我们的梅花奖艺术团，它的成立又让我们更多的演员相互做了交流。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舞台，拜了我们裴艳玲大师，同时呢又请了我们各个剧种的代表人物，梅花奖的角儿们，去给我们的学生去上课去传授。这样的对我们这个剧种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的。三，拍摄梅花奖数字电影。数字电影戏曲演，在中国文联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剧协从2010年起组织实施梅花奖数字电影工程。这是一项以数字电影的形式记录传播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及其代表剧目，
弘扬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全新艺术工程。迄今已经完成了尚长荣老师、裴延龄老师等等八部影片，除了已经完成了以外，我们在拍的和计划中在拍的有十几部。这些作品都是30年来当代中国舞台最具代表性影响力的优秀剧目。从我们已经完成的八部影片来看，很多不能在剧场看到的观众通过影片，通过在网络上点击看到了这些一流艺术家的表演和他们的代表作。现在文联做的这点，就是国家做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现在观众还市场还没有有一个相当大的空间给这些戏剧片留出位置的时候啊，或者说没有这个空间，但是呢又面对着我们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年龄的增长，可以说有很多剧种面对着一种绝种的危险，尤其是中小剧种，他们能够留下这种在它流星哪怕划过的时候被灿烂的这种光留下来，能够有后代在重新回望的时候，还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从他们的前辈这里能学到那种戏剧的那种特色，使得中国的戏剧能够薪火相传。这是一项长期实施的工程，计划每年拍摄若干部。值得一提的是，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主演的京剧《响九霄》，截至目前已在北京近郊的影院放映了近4000场，并荣获了第2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中宣部第12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一工程奖。于兰的《蓝莓记》获得了今年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戏曲片奖。梅花奖创办30年，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有一句话，就是在广大戏迷观众和我们戏剧界被赞誉为当代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这个我们可不敢自认之，但这是老百姓的口碑，我就始终在思考这个口碑，就因为我们梅花奖激励了青年演员为老百姓演戏，就因为我们的梅花奖获得者活跃在老百姓中，所以他们爱他们，也爱我们的梅花，自然在他们的口碑中，在他们心目中，梅花奖是自我无上。而我们这些梅花奖演员呢，在他们的平时演出当中，不知报酬，有很多做公益性的演出，他们实际上都在对我们的梅花进行增长。30年前，梅花奖的设立仿若忽然一夜清香发，如今已散作乾坤万里春。子曰：“30而立，人生如此，事业亦然。”梅花奖走过的30年，是戏剧人开拓奋进的30年。今日，我们手捧硕果，回眸过去，憧憬更加辉煌的未来。